们仨在我这儿休想逃出去。哎呀，我困了，你几个我老实点啊。哎，你说我能不能出去呢？你说行了行了，费那劲干啥的？哎，门口有个老头过来，来，哎，大爷，嗨，大爷，嗨，大爷，这儿，大爷，叫我呀，大爷，能帮个忙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小点声，别吵醒他。他是坏人，把我们关起来了，对，救我们出去。他是坏人，把你们抓起来了。对，这个畜生，我跟他拼了。哎，大爷，你冷静点啊！他手里有枪，对，有枪啊！啊啊，那我也打不过他呀。你这样，大爷啊，你看他桌上有串钥匙没？啊，你把那个钥匙给我们勾过来。把门开开，我们就能出去了。好嘞，这个行，交给大爷了啊。谢谢大爷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有电网。哪有电网？哎呀，大爷还在不在呀？救我！大爷，你先把我们救出去，完事再救你。没事吧？你有电网咋不早说呢？那咋整啊？现在也过不去了。你这样，大爷啊，你看看你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那个钥匙给我们勾过来，勾过来就行。这上哪找东西？哪有？你学不学？你这个行吗？行，那大爷只能帮你们勾钥匙了，剩下别的干不了了啊！哎，好，行啊，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没醒，没醒，哎呦没醒啊，你加点小心，千万别给他整醒了。我不是刚才让店主摔的腰疼，肯定没问题啊，可以理解。来，这回的咱好好的啊。哎，你慢慢的就行啊，稳点的。哎，慢，你刚才是腰疼，行，要不然肯定就抢着啊。大爷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哎，大爷啊，一会儿他醒了，你要再不整的话，没添麻烦。哎呀，你别说话啊。这慢点。Can you be my friend? 哎呦我的天哪！关了我！关了我！哎呦我的！哎呦我的！赶紧，快点给关了我！别救！这咋又来了？哎呀！哥罗索利！哎呀！哥罗索利过来！不要给！哎呀！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哑剧《呐喊》。别关了！别关了！哑剧行，哑剧没声，行、啊。关键哑剧是呐喊的，喊不喊呢？你别管他喊不喊，你勾钥匙吧。行啊。慢，稳当点，大爷。一下是一下的。好。对。对。往左来点。行。往左来点。你别说话，马上捅上了，你说啥呀？这捅个这玩意儿还捅不上，你们来。啊，行，能行吗？别这玩意儿捅这玩意儿，你非得跟我说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出事儿了！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们想跑，是一个老头儿吧，拿棍子瞎捅，啪嚓就给捅倒了。我们真没想。哎，我说李阳，一个老头就把咱的阵脚给搞乱了啊！我说能淡定点吗？心理素质能不能好点啊？有没有心理素质？什么玩意儿是？小伙子，大爷，快跪下！大爷呀、啊！
不是没发现吗？不是，你回去吧。你别这一下下整我们受不了啊！大爷，咱好聚好散吧。我大爷，你走吧，我们彼此之间留点好的念想，行不行？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小呢？没看着他睡得那么死吗？跟死猪似的。你起来，我要跑。起来，大爷，兄弟，哎呀，大爷，求你了，大爷，这没意思，我求你，大爷，求你了。这样，大爷既然这么任性，这么执着，咱们就给他次机会吧。大爷，自由发挥吧。我的天哪，你们之前就是给我限制太多，知不知道？要不然早给你们救出来了。这玩意儿就得放开手脚干，对不对？看我的啊。哎呦我天哪，哎呀，大爷的铜钥匙啊。大爷呀，大爷，不是让你猜，是够钥匙。我知道够钥匙，那不够不着吗？那不是啊。现在我都一杆清台了，这不是看着方便吗？这不是啊。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咱还有命出去吗？真是麻烦了。孩子们，所有事儿啊都得坚持，坚持一下子呀，没准就胜利了。而且呀，要给其他人机会，也就给自己机会，懂不懂？大爷岁数大了，只能帮你们帮到这儿了。你要说年轻那会儿，他都让我放倒三次了，你信吗？谢，你们一定要出来呀！我看好你们。谢谢大爷，接钥匙。那个小伙子，你说大爷要不来你们也出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们自由发挥吧。大爷